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原生塔罗，我是微笑。那今天呢，我来帮大家测一测你未来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。那我们这个测试呢，是一个大众化的测试，所以呢，只要你在中间能够找到你自己有用的信息，对你未来的选择会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或者指引，就非常棒啦。那也希望大家呢，能够关注到我们每一期的内容。好，现在我开始进化牌卡。我们来跟牌卡做一次连接。好，每一次连接呢，我们都会把祝福注入在其中，所以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去接收这样的祝福。在我们洗牌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默念你自己的想法，就是未来你将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，对你来说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抽取牌卡。因为是大众占卜，所以我们现在先选出三个大类。好，这是第一组、第二组、第三组。那请你可以根据数字或者是上面的标志物来感受一下。